追上去！ 飞去哪里？ 是阴影的英雄，神秘石头的持有者。 果然身手不凡，不过这是……这里就是当前天赋的效果会在消耗天赋点，来激活你的第一个天赋吧。 大英雄，欢迎来到银辉城。 银辉城分为上城区与下城区，上城区设有仙药学院与竹院议会，下城区则设有市政大厅、中央广场、军事基地以及贸易街区等。 继续前进吧，离市政大厅已经不远了。唉，希望兄长没有等太久，不然又要罚我抄家族史了。兄长，父王在一年前骤然离世，现在执政的是我的兄长卡特兰二世。 国王陛下，这颗石头，这座铸造在城，
诸位勇士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公主殿下，怎么不行吗？陛下让我背家族史，我当然要去图书馆查阅喽。可是国王陛下。听您的。在正式开始调查之前，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？暂且没什么发现。来我这边一下。以我的直觉，这或许是一个谜题。仰望星空，选择了你接受挑战，答案将在你面前的光圈中展示，站入光圈之中即可选择。
问题，法布尔的重要之，真肤浅，烤鸡才是人间美味。站这边再试试。真肤浅，烤鸡才是人间美味。烤鸡才是人间美味。问题二，开普莱特家族的象征是？凯普莱特的象征是指过去还是现在呢？说到过去，雄鹰是凯普莱特家族曾经使用过的图腾呢。问题三，如何探求真理？这道题目应该是想问法布尔先生探求真理的方式。魔法与机械，魔法与炼金，显然魔法并不是这道题的功能。问题四，命运的馈赠是？两个答案分别是指？太笨了，太笨了！当然是明石。我还是坚持明石才是正确的。命运神迹。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，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Bingo， 不错哟。疑点又增加了。老师，是末日使徒。什么？可恶的欧灵竟然与末日使徒沆瀣一气。你们注意保护公主殿下的安全。你想换我？我可是骑士。不行，压下去没完没了。要尽快除掉维持空间传送门的法师。Thank you.
终于等到你了。